有没有演过《战狼》这部电影？需要一次一次的说吗？一天就拍这一场戏。牛批！江美说：“我是那个坏人。”My student will not apologize。你什么态度啊？这是当 famous 牛？你说什么意思？好好看一下，好好看。可以松一点。你觉得你在电影里扮演的丹尼尔和短视频里的你自己，你更喜欢哪一个？I like 短视频的我。为什么？然后 First 电影节他就每年都搞，办了好多年，他有很多的板块嘛，他有放电影的板块，还有演电影的板块。然后我们这个板块叫 Training Camp， 他 Training Camp 是什么呢？就是他每年会找七个导演，选七个。对，那这个 I'm lucky， 这个七个导演我们要在西宁的非常极限，它其实是一个那种像 48 hour film festival kind of thing， like a very limited time， very limited kind of budget， so you have to make a really awesome work。 Hello， 各种帅哥。就多上两次。好，知道了，谢谢你，没事。要不就这一套吧，然后他两场戏都这一套，其实没有问题。其实没有，因为平时那个商 commercial 项目不太有办法拍太这样的故事。这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他创作比较自由，我觉得那我就写一个比较 experimental 或者比较大胆的，比较就是特别一点的，有趣的。单子要大啊，对，单子要大。给大家听一下，就我们这段蒙太奇配的音乐是什么质感，让大家也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戏一上来给大家抓住的这个感觉在哪。就很安静的完了以后，我们进这个音乐，进蒙太。那你凭什么不见人啊？你怎么跟主任说话呢？ This is art. Nobody wants to hurt. 哇，原来还是在于我平时实在是太忙。然后我们这组主要就是老戏骨。你说我要是玩这个什么三长两短，我啷个办嘛？演过周星驰导演的《新喜剧之王》。哇哦！这几年朋友们戏都比较少。因为我得有房贷有社保，我还有就是每个月开销最少也得就是四五千，那如果我不演戏我怎么办？我就是会有时候做一些兼职养活自己，就是送送外卖。我其实特别看重钱，这是我第一次为了，但是我很喜欢演戏，就演戏会，比如我最讨厌喝白酒，抿一口都不行，但是我现在你让我演戏把白酒当水喝，我就毫无长调，我说一点感觉都没有，真的。我每次比如我吃东西吃不下了，廖娟你现在得演戏，你很饿，立马吃完了，真的。哇、我信念感，我信念感超那个。就演戏千万不能假，我觉得就我刚刚看你跟我来那些 really awesome。It was okay, man. It's really awesome. I can tell it actually you prepared, so I think you're really prepared. So don't be. You're too nice. Nah. 还是在现场要。啊，我在现场一点都不 nice。而且 actually 现场 wait 你在线上不是很 nice。 对呀、but I will oh no I will hide behind my monitor, so actually 徐老师 is the one who's in charge of the 现场。 I will just you know stay away and hide back of my I see、monitor. 你会转达给他你对我们的非常狠的批评、然后你回过来是转述导演说你不太行再来一遍。我看到他的原话是妈的这老外怎么请他去这没经验，就是这我们可能要拍四五天才行、啊。不至于，我会转化的很好听。I don't really lik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way of directing. 不要说给自己太多压力。Don't act. It's acting.啊。他们不是一般的演员，然后不是一般的导演。我真的是唯一的没有任何经验的人。I don't know how to do it.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I need to practice. This is not easy. This is not 随便看一眼就做的一个 Oh no. Yes, we just protect her and force Jeff to do something wrong. That's unfair. Jeff will be suspended if he doesn't apologize. That's unfair. She must understand this is art. You are the best student I ever taught. It's not that simple.So now they are about Jaden. I've heard what happened, Mrs. Neo. This is a total misunderstanding. I've heard what happened, Mrs. Neo. That's a total misunderstanding. I can prove this work was put there for exhibition. My student will not apologize for something he has not done. I hope something is not a total misunderstanding. Lao Shi, 你好，报告厅在哪？啊，你好，我不是老师。报告厅，报告厅应该就是这儿，应该就是这儿，是吧？应该就是这儿，也许在那儿，是吧？我是这里的老师。啊，老师哦。开玩笑，我不是，我不是。Are you ready for today? Yeah, I'm pretty ready. How about you? No, I'm not ready. 我们是那个，好吧？对，单独对。不然你也可以跟我对吗？对，我们啊，太好了，太好了。Oh, good. Finally, 我等了三天给你们对词。In your perspective, you are right. Yeah. 对吧？你是有道理的，你是对的。Yeah.I've heard what happened, Mrs. Neo. There's been a real big misunderstanding. I've heard what happened, Mrs. Neo. There's been a total misunderstanding. I've heard what happened, Mrs. Neo. It's been a big misunderstanding. I've heard what happened, Mrs. Neo. There's been a big misunderstanding. Hurry, 太着急了。就着急。词儿都没说清楚的。很明显，导演修正的错误最多的人是我的。那样你越着急，看着越没底气。3, 2, 1, action. Man, 我不行了。Fuck.我觉得门卡比我做过任何其他的毕业证要高很多。直接在这儿填一下。A B C U C。我来，我来，我来。要填排队。大家坚持一下。演员是最辛苦。觉得是最辛苦的吗？演员是真的是最辛苦，因为你那种一直在想那个情感。整个团队导演是像制片比我们演员辛苦一点，包括突发情况的时候，我们就等。我们要处理的问题。导演辛苦是活该，因为大家帮他嘛，那是活该的。嗯，压力是很大，但是导演就像演员一样啊，玩起来。导演也是啊。就像没有压力一样，好啊，要安定这个军心。那我们先讲一下，待会儿车辆怎么安排。首先，我们是有一辆宝骏的小车，然后我们还会有一辆器材车跟大巴，但是因为今天情况特别贵，大家出发的时候，所有人都是坐大巴去。灯光的灯光摄影，再举个手，两个人是吗？在哪儿呢？这门不开、啊，现在还不给咱们进。领导在这沟通，我跟王沟通没用。但是这个信息到你们这儿，估计到中午的。我知道，我现在在沟通这个事儿。嗯，你先到正门。出了一些状况，然后都说好了，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不能来。还是抱歉，没事。这边那个就还是等一下消息。再见，稍安勿躁，回酒店先休息一会儿啊。这种就你拍过其他电影也会出现这样的。临时要延期，太多了。那有时候会有这个人家突然问你加价要钱，对这种，哎，临时加价，这坐地起，坐地起价。对这个，因为我对我来说 ，I'm like 第一次嘛 ，so I'm like for me it's weird. For you guys, like 习惯了。你有外套？我没的。行，我们要做些疯狂的事情。
办法还是要办吧，这是没办法，真的在中国做电影太难了，就是其实大家还是很简单的，还是很单纯的，就是想拍一点自己喜欢的故事。也因为有你在也挺开心的，咱们一块儿钻在车里，我去那太魔幻了，太魔幻了。这个真的是第一次。没事啊。这个东西你可以在朋友圈的。习惯了。是吧，真的拍电影从有时候就需要。然后其实一般你沟通好了就还好，是比较配合。你这么多人进来的是不合适的。领导这个的话，我们就不用干了，直接让我们干了。我们有小楼，知道吧？好，我商量一下，是哪？我商量一下，你四个人，好不好？好，马上。但是我们俩的对戏拍的贼快。对，我最好先想到再补一下。这是我们另一个拍那个对戏的场地。我还没喊。不行，这个会穿在这儿。我给你挪到这儿了。God, I can't believe it. I can't believe 我太倒霉了，我跟你说，我是整个这个剧组的倒霉的原因。记得拜拜啊，不是拜拜的拜拜，就是我是你的拜拜 ，listen to 拜拜，对吧？知道了。兄弟们放饭，接着吃饭，马上七点半可能就要开。有早饭吗？有饭吃了。高掌啊 ，Chinese God， 在一不是你俩互动一会儿，直接就这么拍了，太有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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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就这么定了吗 ？Chinese God， Chinese God， 然后他 Chinese God， 啊，牛逼，啊，牛逼。行，不用担心，到时候，你只会担心过不过，好起来就你不用担心，你得帮我演录着呢。那个其实我，他也录，那导演您说，导演，我怕我哪块不到位了，因为我也比较肤浅，对这个。特意的。全场安静，手机关静音。不要用闪光灯。闪闪一二四，开始了，来准备，安静，准备安静啊！三二一，开始。吉时已到。好看。来准备，三二一，开始。三二一，开始。开始，开始。三场一进一次，十三场一进五次，三场三四，三进三四，三进六四，三进八四。好，看。还行。还有耳工作哈，大家学学哈。我看这嗓子，我来。
Money, money, who? Stop! 走走走！别忘记。 What feeling, man? Tired, 睡觉吧。 没有 feeling， 我现在脑子有点不清晰，还是睡去，明天再说好吧。真的，我谈不起来什么，够震撼今天。So 啊，明天还要演一场非常非常核心的戏，就是我最重要的一场戏，所以我调整一下心态，然后明天早上继续干，拍电影就那样。对吧？每个人是自己健身的主人。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拍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戏的场地，是一个保险企业的办公室，所以我们要安静一点。他们都在上班。但是允许我们使用这个场地。Green. I don't think that's the way we should educate our students. My student won't apologize for something he has not done. In my country, with something like this, we are in the Chinese school now, okay? Apologize. That is wrong. You are being unreasonable. Okay. It's all about education. Education. 对，这是很重要的。In my mind. In my mind. In my mind. Your mind.我忘了一下。I'm just trying to solve the problem. What do you say, my man? Jeff will be suspended. 我觉得可能排练的还不太够，大家还不太放松。嗯，就如果要是真的是撒开了，就这场戏应该能挺好看。对。我这边放。好，来准备，行。二一，开始。That's unfair, Mrs. Neo. No, no. You're being unreasonable. 怎么跟老师说话的？就是无理取闹。我无理取闹。好，咔，特别好，我们保一下。好，咔一下。咔咔咔，特别好，就保一下啊。咔，来就保一下，特别好，就保一下，这样过了啊。This is unfair, Mrs. Neo. What suspension? You're being unreasonable.怎么能这么说话的？丹尼，你先出去。Daniel, you too. 好，看，来，我们这条过了，我们拍下一场。来，我们恭喜高老师老师杀青了。哎。耶。耶。谢谢哥。弟兄弟。Yeah, thank you, bro. Oh, cool. Wow. Aha, thank you, brother Kevin. Thank you Goodbye, Daniel.是每一部电影的地方。现在电影节的电影节或者影视节的寒冬，所以现在演员基本上只能靠自己对这个行业的热爱。但这个整个作品，你是它其中一个部分。The amazing feeling, you're part of something huge. You know, 你是一个伟大作品里的一个小部分。就这个东西足够让我有成就感。颜色已经相当了。
You want something, go for it, you know? 我觉得这个道理不仅是在电影界，是在任何行业、任何生活当中。然后甚至现在大家可能年轻人比较困难的时候，可能有的找不到工作，找不到自己想做的事情，内卷等等，这个时候需要胆子大，尤其是对于你自己很热爱的事情，不要放弃， you know? Do it.其实我想当导演，二十年之后立个 flag， 我要导一个电影。抢你生意了，抢你生意了，抢不过我的。